你想吼，你想吼，你想吼。等下你们上去讲的时候，你要讲大声一点。好。然后对爸爸这边讲哦，好不好？对我这边讲，我才收音得到，不然前面太小声，GoPro都收不到音啊。我可以吃爆米花吗？每一个人都会回去。
爆米花，爆米花。我一定要抢到。宝宝也不晓得他们问什么，宝宝不知道答案。小虎，你知道答案要跟妹妹讲哦。好，那我叫妹妹举手。妹妹你就举手，姐姐会跟你讲。我第一个先举，他第二个。戴在头上吗？你们一举手，你们两举手，玉米吧。答案，爸爸只晓得玉米粒而已。放你妈的东西，不要再来。啊？用了吗？先把手机放在。放你妈的手机，还有吗？还有。不是，还有三十多个，还有其他的人。等。爆米花的工具是锅子。爆米花可以拿来做哪些东西？你再给妹妹吧。我想要你戴在手上。Yeah.